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期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区豪华建商所建造的房子。我会以它这个 model house 为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建造风格和它的售价区间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在奥兰多区豪华建商建造的房子样子是什么样子。